大家好，欢迎收看 Go 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Go Markets 一站式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一，我是 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五的市场情况。应该来说，上周五呢是在上个星期连续几天下跌之后啊，这个最强劲的一次巨大反弹。澳洲股市呢在上周五是率先在大约11-12点钟开始了反转啊，最终呢是上涨大约5%。到了晚上美国时间段呢，美股的反弹更为强劲啊，在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后，美股呢是强劲反弹接近于10%，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以及标普大盘指数分别上涨9.5%啊，并且呢是出现了熔断。那么这次熔断并不是因为是跌停熔断，而是因为涨得太快而发生了熔断啊。所以说这个美股呢也是啊，在连续最多的时候跌了30%之后，在周五返回来10%啊。现在累计从2月份的高点到现在，是从高峰下跌大约是20%。那么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大幅下挫，目前报价$1530左右。石油价格稳定在$33。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热门话题，也就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呢，现在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冠状病毒到底会不会导致在本周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股市继续的暴跌呢？啊，有关这个话题的话呢，其实也是上个星期所有咱们投资者所关心的话题。因为美股下跌了接近于最多时候30%，毫无疑问所有人都会开始恐慌。但是我依然坚持我之前所表达的观点，也就是我认为这次的冠状病毒呢的确会影响全球经济，拖累全球的股市，但是它不会引发金融危机，或者说是引发全球性的一个经济衰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观点依然是这次的疫情它不是一个晚上就突然出来的，它势必将会一个长期而相对于漫长的斗争，时间大约是需要2-6个月左右。因此在这段时间内，随着疫情的严重，各国的政府和央行都会实施或者相继实施更加严厉的措施和手段。正如美国这个美联储在昨天晚上突然再次宣布降息整整一个大点，同时开启美国再一次2008年之后的量化宽松计划，也就是美联储把这一次的疫情当做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对待。但这一次银行没有倒闭，只是损失的是各个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行业的这个我们说的是活跃度以及呢工作机会。那么作为主要的欧美国家，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呢，第三产业的占的全国的比重都超过了50%。所谓第三产业的话呢，主要就是服务业，说白了就是呢吃喝玩乐、旅游加投资啊。所以这些相关的行业，包括呢它的这个比如说酒店啊、餐饮啊、旅游啊等等等等，受到这次疫情的打击是最大的。所以第三产业将会严重的拖累到各国的经济。也许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啊，因为上个星期呢美国的增速病情的增速是非常之快，很多人呢都在微信上讨论说什么美国将会成为下一个意大利等等等等啊，进入了混乱和恐慌啊。我认为它是不会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再放回到80年前啊，在1943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从1943年到1945年短短2年时间，一共建造了145艘航母，145艘啊，2年时间啊，他包的是饺子呢，还是航母呢？啊，全球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那个水平啊。也许美国在这次疫情的初期阶段反应比较慢，或者说选择的步伐啊，这个比较保守，但是他一旦开始认真对待，动员全国能力，他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事实上，美国现在已经赶超上了其他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目前的检疫水平已经能够达到，你不用去医院，不用去社区，只需要开车去沃尔玛，或者说去其他的大型超市的停车场，人不用下车，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就相当于去麦当劳、肯德基啊，路过买一个吃的一样，随时路边就可以检测。你的姓名和你的车牌是绑定的，之后会通知你。而且现在美国也紧急通过了免费检测法，不需要之前大家所说的$3000一次啊。所以说应该说啊，虽然说美国一开始的相对不太灵活，但是它一旦开始了全国总动员，它的潜力是巨大的啊。那么在2016年初，当时中国股市在开年连续两次，在一周内连续两次熔断的时候呢，我曾经说过啊，我的观点是2016年中国的经济当时不会崩溃，因此 A50 在当时非常低的时候，我认为它啊这个未来不会出现暴跌。那么现在4年过后，同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再问一下，如果大家问未来股市会怎么走，我的回答只是把2016年的答案把中国替换成美国，也就是全球的股市，你如果认为美国经济会崩溃，美国的社会会陷入混乱，那么自然你现在可以卖掉所有的股票。那如果你认为美国最终能够控制住疫情，那我认为现在的下跌反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过去连续6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只要美国股市下跌超过30%的，在当时买入，不管之后是多跌了20%-30%，还是立刻反弹，在1到3年之内的回报率都超过了25%以上。啊，也许这次不对，但是我们做事一般来说都是根据概率，机会越大，可能性越大，我们就去做。我认为这次美国它不会变成下一个意大利，它一定能够控制住疫情，因此美国股市和澳洲股市的反弹是必然的啊。那么再说第二个话题，有关澳大利亚的疫情。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呢，现在虽然是发达国家中相对疫情比较少，但是呢现在的增速也是非常的快，上周末从200例已经变成到现在的300例，短短2天时间，平均每天的增速在33%，也就是1/3啊，300个明天就是400个了，再后天就是550个了啊，所以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呢也实施了相应的措施，第一，所有从国外飞到澳洲的旅客将会被要求隔离14天，第二，所有500人以上的活动和集会全部取消。但是大家会问，那为什么学校和大学、小学、大学还没有停课呢？啊，这个小学、大学的人数远远超过了500人呢，对不对？啊，而且有我这个在网上也好，在这个微信上也好，很多人都在指责澳洲政府不作为、反应缓慢、为什么不进美国等等等等。啊，今天我就从其他的观点来说一下背后的原因。啊，或者说其中的原因之一。首先，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国，我们要知道，它所有的经济往来都是依靠着和海外的国家，它自己只有2500万人口，因此内部的消费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不论是在人员交流还是物资交流上，它都依赖着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如果完全封闭这个边境，那么澳大利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将受到严重的打击。那有人说，那你这个现在是特殊时期啊，临时关一下没有关系啊。好，特殊时期，我再跟大家举两个数据。也许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或者是收看我们视频的大部分华人朋友们呢，咱们都有相应的储蓄啊，或多或少熬个1-2个月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在澳大利亚2500万人口中，有超过22%的人口银行账户的金额少于500澳元，22%就是500万人口，500万人口的银行账户少于500澳元，
这是非常残酷的，也意味着如果他们一周不工作，就交不出房租。那银行账户资金少于2000的呢，达到了30%，也就是说，大约3到4周时间，如果他们没有工作，就没有办法生存，除非用贷款、用信用卡。那如果现在把小学和中学停课了，毫无疑问，很多的家长就必须留在家里陪孩子。那也意味着很多的兼职工作、临时工作没有办法去参加。那么他们几天没有收入可能还可以，一周、2周、3周、4周呢？将有30%的人口，我们说的就是啊，这个最弱势群体，相对于比较贫困的人口，他们的生活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我们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你政府为什么不禁止学校上课啊？为什么不关闭边境？因为我们有积蓄，可能我们能够撑得住。但是我们想想看，那些人，那些在咖啡馆里打零工，在麦当劳里面天天干活，依靠着这个工资来交房租的那些人，他们怎么办？你把旅游景点关闭了，你把学校停课了，所有的饭店关门了，那么大部分的服务行业，他们就没有收入了。澳大利亚总理当然知道小学的风险有多大，大学的风险有多大，但是很多时候关闭商业行为就意味着人们收入将会减少，甚至于没有。从一个政府的角度，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考虑，他首先考虑的在疫情来临的时候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弱势群体，也许是老年群体，同时另外也是低收入群体，因为他们才是这次疫情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澳洲政府不知道，或者说为什么不关闭，是不是傻？不是的，很多时候他们考虑的是尽量延缓这个时间，即使是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也要让那20%到30%的人至少还能赚一个星期的钱，还能赚2个星期的钱。咱们说这个话，其实我已经觉得很残酷了啊，因为我们知道随着疫情的加重，学校关闭是迟早的事，餐厅酒店旅游业的关闭也是迟早的事，但是能晚一天就意味着那20%到30%的低收入群体还能赚一天的钱，啊，这个话说起来有一点苍凉，有一点悲哀，有一点充满着悲剧。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澳洲政府还没有禁止学校。毕竟很多家庭就依靠着这个钱来过日子。好了，说一点令人振奋的消息啊！刚才应该说几个小时之前，美联储突然宣布降息1%，同时开启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欧美国家、澳大利亚将会相继跟进，也就是说，各国的央行将会使用大规模刺激手段来维持股市和拉动经济。因此，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还是那句话，金融危机可能性很小，股市将会维持稳定。在我们控制住疫情之后，也就是美国的疫情达到高峰之后，股市将会迎来一波强劲的反弹啊。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是保持正常上班。如果澳大利亚疫情加剧，我们也许会从家里办公，但是我们的服务电话、我们的微信将会保持通畅，电话依然是03-8658-0602和8658-0603，欢迎您随时致电。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